告诉你们三个，休想在我这儿跑出去。看到了什么吗？电棍。谁要有想跑的想法，秃秃胡的老实点啊。踢死你了。哎，那边来个老头儿。哎，大爷，哎，大爷，叫我呀。对对对，大爷能帮个忙吗？不行，我得买黄瓜去。坏人，他们把我们关起来了，救我们出去。坏蛋把你们抓起来了。哎，这个畜生我跟他拼了。哎，大爷你冷静点，他有电棍还有枪，你打不过他。那咋整啊？那大爷你看那桌上有串钥匙没？啊，看见了。钥匙给我们拿过来，把门给我们打开就 OK 了。明白，交给大爷了啊。谢谢大爷，你慢点儿。哎呦我的天哪。这是哪儿啊？啊，我摔进来了。大爷你们是谁？不是让你救我们的。忘了吗？刚才。不是大爷，这个记性不是很好啊，眼前的事说忘就忘了。你答应你啥了？我不，这是坏人，他把我们关起来了，放我们出去。这是坏人。对，这个畜生我跟他拼了。哎，我再提醒你一回，他有电棍还有枪，你打不过他。那咋整啊？钥匙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才是主动翻进来的是吧，要拿钥匙。对，你说这脑子，你说这记性就不好啊，就老添乱，眼前事说忘就忘，老麻烦了。你说干啥？干啥？大爷大爷没把我们救出去，还把钥匙拿走了，一点希望没有了，这回彻底撅根了。大爷叫我呀。哎呀，干啥？我买黄瓜去呢。不是，你给忘了。大爷呀，这是坏人把我们关起来了，放我们出去。这个畜生我跟他拼了。大爷我再提醒你一回啊，他是坏人，手里边有电棍还有枪，你打不过他。那咋整啊？你那不有钥匙吗？搁哪？手里。这谁的钥匙啊？哎，这谁的钥匙？桌上拿的。啊，我刚才翻进去拿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脑子呀，眼前是说忘就忘，老给人添麻烦。你说这整的，不知道咋回事。大爷，大爷别走，别走，开门呐！对，开门，你这忘了，来，嗯，给他开门。喊我半天，我都不知道把钥匙还拿走了，这里吧。哎呀，哼。哎呀你仨挺有招啊，是吧？想叫老头救你们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还治不了你。该我告诉你这几个啊，再让老头进来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，听见没？老实点。哎呀，这大爷太不靠谱了。大爷太坑人了。哎呀大爷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我们现在不想出去。好，想起来了，大爷，谢谢。
给我来五块钱黄瓜。哪有黄瓜呀？卖黄瓜呀？没黄瓜进来干啥呢？让我呀？没黄瓜给你开门，这不扯的吗？不是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这么大岁数，大爷，啥时间？我老头干啥？你干啥的呀？买黄瓜的。我这儿哪有黄瓜呀？是，就说没有呢，筐都拎来来来回好几趟，不给人黄瓜。你们这个市场怎么管理的啊？你是负责人是吧？你处理吧，这个事儿真有意思，连个门都不整，多不正规，搁这欺骗消费者。哇！哎呦我天哪，这回没啥说的了啊！啊！啊！那个呢？那个呢？出来！给你！你们几个挺有招啊，拿黄瓜骗老头进来救你是不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是韩老爷子进来想救我们，但是我们没拿黄瓜骗子啊。没骗。哎呀，顶嘴！没骗。顶嘴！没骗。停！哎呀！兄弟，别再练了，舌头都给我电热面的了。搞干嘛呢？搞呀！刚才给我电粘上了。谢谢啊，归队。就你们三个，我还治不了你啊！该。哎，给我顶嘴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老头再进这屋，肯定秃头糊你几个啊！大哥，我一点都不想出去了。我也是，我怕糊啊。我的小伙子，你回来了！快去！往哪儿跑啊？哎呦我去！你走吧。你们先别急，大爷刚才啥都想起来了，这给咱自己害臊的，你说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回绝对没问题啊！不就是拿钥匙去开门给你们放出来吗？ 对吧？对，我简单点事儿啊，别吵啊！这回肯定行，别影响我。买黄瓜怎么不排队呢？快排队，快排队！大爷，什么？嘘，你先来。什么素质？以后记住，干啥都得排队，知不知道？起来买黄瓜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干啥呢？大白天睡觉买黄瓜，人排成一个什么长队队伍呢？大爷啊！买黄瓜是吧？对，来老头站那来。看着没，他俩是搞蔬菜批发的啊。啊，老头找摊买黄瓜去啊。这儿没有黄瓜，得上那儿买的是吧？对，跟我来。哎，黄瓜三杯。行了大爷，摊仨去不上了，你自个儿去吧啊。不去了。那行吧，我自己去了，谢谢你啊小伙。哎呀。哎，钥匙。哦，这年纪轻轻记性这么差。啊，哈哈哈！我，哎呦，这回厉害哈！排队买黄瓜，这家骗老头都带剧情的了，是不？啊，哇！别侮辱我们了！我告诉你几个啊，谁先来说？行了，一起来吧。呀，同舟共进是不？啊，呀，齐心协力是不？啊，配跟我俩装啊？就我这玩意儿，啊！告诉你几个啊，不管是拿黄瓜骗老头还是怎的，如果老头再进这屋，自己说怎的？别胡了。
记住就好啊。哎呀，我受不了！哎呀妈呀，彻底死心了。小伙子，大爷，回去吧。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，这老脸往哪搁？你说，说好救人家，老忘老忘，现在说记住了，谁能信呢？不就是拿钥匙，别吵醒守卫，然后把那个门开开，放他们走，根本不提黄瓜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对吧？也不是说记不住，也能记住，就老忘。你说这个？哎，大爷。给我来五块钱黄瓜。我这不是卖黄瓜的，我你这长黄瓜脸，你不是卖黄瓜的？哎，听说你那西红柿不错啊，给我都来点，着急，这家可耽误不少。他那柿子烂了。等会儿啊，我好像忘件事儿。什么事？挺重要的啊，别吵醒那仨人，把车我给救走。对，是这么个事儿，我先去办事儿去啊。